我刚吃完饭，在这儿逛逛。哎，文达这次去北方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？嗯。你看你二叔这个人呢，虽然没什么本事，可是他也想为这个家做点事儿。这次没让他去北方啊，他一天到晚的愁眉苦脸的。二叔是有天分的，只是没有好的机会而已。 希望文达这次顺顺利利的，恢复和北方的通商，这样呢，咱们家的丝绸能运到北方去，就能赚好多好多钱呢。赚多少钱倒不重要，只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哎，听说这次去北方本来是让润生的，怎么后来明生抢着去了呢？孩子大了，想为家里做点事儿吧。啊，也对。 你说明生是贺家的独苗，应该努力培养他才是。你什么事儿都交给润生去做，你就不怕他抢了明生的位置？哎，可别怪二婶多嘴啊！我听说下人们都听润生的话，根本不信服明生。嗯，我这个孩子平时太贪玩了，不过我相信，润生是不会抢明生的东西的。哟，那可不一定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再者说，感情这事儿，这谁也掌控不了啊。只要润生在一天，这名声和雨农，他这心里就老有一个扣，这贺家呀，就甭想有安定日子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个丫头许配给他呀，让他断了对雨农的念想，让他也知道知道自己做下人的地位。这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 丫鬟，那我去说。润生是你的人，这个得你自己跟他说啊。哎呀，你就别犹豫了，你就明生这么一个儿子，等将来赔了媳妇儿又失家业的时候，你哭就晚了啊。 宝娘，您找我？润生，坐。哎，润生，这次东家跟明生去北方。 家里的生意全靠你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宝娘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我看得出来，这段日子，你和雨农一直相互回避，相互克制着。宝娘，您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的心里真的已经把雨农当亲妹妹一样了。我们我知道。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都很好。可是别人不知道，我只是担心，担心你们被流言重伤。宝娘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润生，我希望。 你能理解宝娘，宝娘就名声这么一个儿子，所以她要什么我都会给她的。宝娘，我明白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以名声为重的。好孩子，润生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宝娘做主。 在丫鬟里给你挑了丁香，宝娘，你不喜欢丁香的话，还有玉桂，还有东林，你随便挑。宝娘，就这么说了，好好想想，想好了，回头告诉宝娘。宝娘。
见到我就要走吗？不是，我突然想起爷爷那边还有事叫我做。你别骗我了，你别骗自己了。玉生哥，你要是心里有雨农，就带雨农走吧，离开贺家，离开蒲院，去一个没有主仆之分、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玉农，贺家对你、对我都恩重如山，我们不能做对不起贺家的事。仁生哥，你不喜欢雨农了吗？你已经是名声少爷的未婚妻，未来你会是贺家的少奶奶，我不能做不仁不义的事。你只问问你自己心里，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？玉农，妹妹，对不起。润生，你想好了吗？看上哪个姑娘了？宝娘，我不想成亲，我已经想好了。等我把缫丝厂和桑园的工作都安顿好，我就去实现我自己的理想。理想？什么理想啊？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张成昌一样，去当一个捕快。不行，现在世道这么乱，麻烦又那么多，你这么文弱，怎么护卫乡里？你万一要有什么事儿，让你爷爷怎么办呢？我知道捕快的工作危险，所以，我更不能连累别人了。我爷爷说过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他一定会理解我的。还请夫人放心。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夫人。人生福宝，以前能喊您17年的宝娘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还是叫您夫人吧。对不起，人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要伤害你。你就让我替你做点什么吧。宝娘，您替润生做的已经很多了，从今天开始该到润生偿还的时候了。润生，你别怪我，不能失去名声，但是我也不能失去你，宝娘。
宝娘，瑞生从小就没有娘，您对我就像亲儿子一样。我也不想走，但是只要我离开贺家，对您对民生都好。宝娘，就算我离开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保护贺家。瑞生，润生这孩子不想成亲，他是铁了心要去当捕快。是，没想到润生平常文文弱弱、踏踏实实的，竟然有这样的胸怀和大志。你是润生的爷爷，你的意思呢？啊，润生这孩子不是故意辜负夫人的好意，若夫人不介意的话，就让这孩子随了心愿吧。成亲的事先不忙。好是好，只是丧约没有润生帮我打理，就像少了一只左膀右臂。不会的，夫人，还有明生少爷呢，他现在又懂事又努力，越来越像少东家了。爹，我现在特别想回家，这心情就叫归心似箭吧。想你那没过门的媳妇了？想，也想奶奶和娘。那咱们快走，别临到家门口了，把少东家抢欢。老夫人，夫人，刚才收到消息，东家就要回来了，现在离蒲院只有十里。祝你平安回来了，谢谢菩萨保佑，谢谢菩萨保佑。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哥回来了，再来再来。大哥，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办，我们的敌人贺家的商队马上就要经过这儿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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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文达这次去北方也算是件大事，跟全宗族都有关系，要不把他们都请来。你去准备吧。是。娘，娘，娘，儿子，娘，儿子。哎呀，你爹呢？哦，我爹和二爷爷去看奶奶去了。爹在北方谈生意真的是有一手，北方的宗亲送给咱们好多东西都在马车上呢。他们巴结着要请咱们吃饭呢。娘，我们都是骑马回来的，我还赢了爹呢，我可是头一个到家的。是吗？啊，我要去见奶奶去了，然后要见雨农，我在北方带了东西给他呢。少爷，一路上辛苦了。啊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去吧。哎，
你在我的背后，无论再苦再累，我都会觉得幸福。我会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优秀的。宁生，我们快把婚期定下来吧。以前说了很多话让你生气，那都是气话。雨诺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，相信我。平安回来就好啊。东家，东家。是啊是啊。哎，是不是？稍等。哎呀，好了就好了。什么事？回来路上出事了。什么？被劫了。温达，怎么了？先下去吧。商队被劫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别紧张，我去看看。先不要让娘知道，免得她担心。那你现在去会不会危险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东家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就是路上遇到一伙马匪，来得太突然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就马匪。是一帮怎么样的人？领头的就是那个戴铁面具的。东家，都这么久了，我原以为他们怕了咱们，不敢再来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又现身了。哼，行了，知道了。一个没用的东西，我现在就去会会他。娘，您不在堂中，多喝两杯。这桑葚茶是冬至婶儿特意给您留的。家里很多年都没这么高兴了。是啊，连宗亲们都心服口服的。这次东家从北方回来，给咱们贺家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嗯，那你觉得我从前那样对他是不是错了？娘，您没错，只是文达想证实自己的能力。其实他心里是尊重您的。我想他真是变了，比起以前更像是一个称职的东家。你从前对他的改变还颇有怀疑呢，那现在我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他比以前更勇敢强悍，对这个家更有了承担，在宗亲面前更有了男子气概。这文达上哪儿去了？宴席都结束好半天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夫人，外面有些不对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什么事这么慌张啊？咱家的马队回来了。哦，可是很奇怪。哎，娘。大和尚，你过来。哎，老夫人，说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刚才在镇外，因为天黑看不清楚，和刘家的人发生了一点误会，就是有点推搡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是吗？是。你过来说发生了什么事。老夫人，这次长途跋涉舟车劳顿，所以有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和尚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老夫人息怒，大和尚哪敢信口开河。不过东家有令，不能惊扰老夫人，所以就现在这个家还是我说的算，我命令你说你就说。大和尚实在不敢呐。哎，娘别息怒，这事儿不怪大和尚。怎么说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说。又是文达不让你告诉我的是吗？娘，
商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马匪，从北方带回的银子和货物全被劫走了。是啊，老夫人，东家怕您受不住这个消息，所以令大家悄悄回来，不能告诉您原委。大和尚不敢撒谎，请老夫人明察。文达呢？东家说他要去山里转转，拦也拦不住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文达回来了，叫他来佛堂见我。兄弟们，谁知道今天收获多少？多亏大哥的消息灵通，今天共得白银5000两。啊，5000两！你不要叫我娘，你太有心机，潜入我贺家勾结马匪夺取我家钱财，你好狠的心呢。我勾结马匪夺取贺家的财物，如果我这样做，我早就可以，还用得着里应外合？还用得着那么辛苦从北方来回跑一趟？简直笑话。掩人耳目，撇清自己，自以为得计啊！我辛苦来回从北方跑回来，难道非要把钱财带在家门口送给外人吗？若你不知情，你又何必隐瞒此事呢？在回城的路上，我一念之差，先行离队，才致使财货遭劫。就算是我错，但你不应该用小人之心辱没我的名声。哼，马匪还有什么名声？说大点声啊，我怕贺家还有人没听到你的话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说过100遍，我要拿回当初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把文达藏到哪里去了？不管我为贺家做了什么，做了多少，你心里都只有一个该死的贺文达吗？对，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儿子，你永远也取代不了他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贺文达已经死了。真的，你这个杀人的凶手。对，我是杀人凶手，但就算我是杀人凶手，你就是帮凶。因为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你作恶多端，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如果没有你，我怎会流落山寨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会无家可归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孩子从他懂事以来，我从来没见过娘是什么样子，风餐露宿，饥饱无常，你没有过过一天这样的日子。如果都像你说的那样，比你苦的孩子多的是，难道都怪在我的头上吗？知道为什么我怪在你头上吗？因为到现在为止，你还坚持与我无关，你还坚守那个秘密，实在令人痴汗。有些事并不是你猜的那么简单，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偏见，只怕越走越远，无法收拾。本来我以为可以从你身上得到真相，但你一次又一次让我失望，彻底让我绝望了。
不再期待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在山野长大，经历过无数生死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贺文达本来与我同根生，但他的命运和我有天壤之别，我不服这样的安排。我告诉你，我要用我的方法拿回我的生活。我说过了，贺家的损失我会想办法补上。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难道你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？如果还能相见，娘不会再对你有那么多的苛求了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哎，弟兄们，来先喝口茶吧。哎，过来休息一下。好，好，过来。开饭了，快来吃饭呀！吃饭，大家快来呀！大家快点儿。听说润生哥去衙门当差了。真的啊？我还以为他是故意躲我呢。原来不是，当时夫人让他在咱们中间选一个，他谁都没选。我想啊，他就是为了不拖累我们。当捕快多危险呢。想什么呢？那都是人家看不上咱们。他是下人，咱们是丫鬟，谁看不上谁呀？哎，我说丁小姐，你别臭美了。人家润生哥心里啊早就有别人了，你就别想了啊。我知道他心里没有我，可我就是惦记着他。再说雨能都是未来的少夫人了，他还想怎么着啊？你说少爷真是的，你说人家不喜欢他吧，他还非……别说了，这话要是让少爷听到了，你可得遭殃了啊。怎么了？少爷，哎，润生，有个事儿一直想问你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起早贪黑，管饷也没几个，还有危险。你在贺家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怎么想起冒这个险？像我这种人，无父无母，身无牵挂，不是最适合做这种危险的工作吗？乱说话。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跟你爷爷怎么交代？你也跟我说过，老夫人和夫人不都对你挺好的吗？你怎么舍得上我们巡捕房受这个罪啊？张大哥，我刚刚跟您开玩笑的。像我这样年纪轻轻、身强体壮的，不正应该保家卫国、打击马匪吗？再说了，这不也等于保卫了贺家吗？我爷爷他们都很支持的。你说任师哥也真是，捕快有什么好的？他不在桑园坐镇，我这心里还真不踏实，老觉得要做错什么。哎，这话可千万别让少爷听见，他要是听见的话可要发脾气的。那你们就趁早跟润生一起滚啊。原来我这个少爷在你们的眼中就是一个爱发脾气的疯子。不是的，少爷，小的看到树上生了虫，一时着急说错了话。树生虫了？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之前遇到过，不过每次都是润生哥亲自处理的，所以。润生，润生，在这个家里到底我是东家还是润生是东家？我请你们来不是吃饭的，如果这些小事都处理不好，那趁早跟润生一起滚蛋。是是是。你干嘛呀？你放手！你过来！你弄疼我了。你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书生，到我们这捕快队来干活，确实是有点屈才呀。张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前段时间，贺东家从北方回来，就遭遇了马匪打劫。我当时啊，恨不得有一身本领，把这帮马匪一网打尽。你放开我！我问你，那些下人都觉得润生比我强多了，巴不得走的人是我，你呢？你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挂念润生，希望我滚蛋？你非要这样吗？你回答我。大家的想法没有变，我也没有这样想，症结在你自己心里啊。这样，如果有一天我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你希望是谁？
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希望你们都好。不可以，你只能选择我，我才是你未来的夫君，我跟他永远都不可能是并存的，要斗得你死我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润生已经决定去当捕快了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没命的，你还跟他计较什么呀？你现在的眼泪是被他流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让你从一个下人变成主子，永远不用过苦日子，不用为以后的生计发愁，你却不懂得感激呢？你觉得他去抓马匪是胸怀大志、有勇有谋是吗？那我是没有机会，否则我一定比他强。没有，日升一直都是在帮你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风头啊。雨农，你记住，他最好是死在马匪手里，不然我就死在你心里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哪儿不明白，让娘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林生啊，你知不知道润生去当捕快了？当了捕快就意味着要上山剿匪，你知不知道？娘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啊？能不能一口气说完？我还要算账呢。上山剿匪是很危险的，刀枪无眼，一不留神就会没命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去把他叫回来吧，只有你叫他，他才肯回来呢。我从没打算让他回来，因为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家里再待下去。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你不能这样。一起长大又怎么了？那是因为年少无知啊。我们的感情在您把雨农许配给我那一刻起就已经断了。裘段庄靠我一个人就够了，桑园也用不着他，这个家也用不着他。娘，您为什么要找一个没用的下人回来呢？我从来就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下人啊。润生从小懂事能干，他帮了贺家不少忙，可如今他就这么走了，娘心里总觉得欠他的。再说了，万一他有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裴伯交代啊？娘，裴伯也是个下人啊，他何时让娘给他交代什么？娘，我看您这两天消瘦了很多，如果是为了他，我会嫉妒的。明生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这样对润生是不公平的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啊？娘，您对爹那么宽容，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多？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儿子？生死有命，路是他自己走的，咱们又没有逼他。再说了，如果有一天润生他要真的让马匪给宰了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跟咱们没关系。明生，娘，我巴不得他让马匪给宰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住口！不，我偏要说，他活着只会跟我抢东西，抢占我在所有人心目中的位置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夺取属于我自己的光芒，在这个家里有我没他。是你做的，你回答我！我凭什么回答你啊？那东家他真的死了吗？哼，是金浦和让你来问我的吧？是老夫人想知道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贺文达他已经死了。既然你让我回不去，
我便索性彻底替掉你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是你逼我的。 娘，这两天你诵经的时间又长了，该休息了，要注意身体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天呢总是睡不着，还不如多诵诵经呢。好吧，扶我回房吧。 是文达回来了。哎，东家，他最近心情不好，经常喝得烂醉。老秦，老秦，你别陪我，过去看看吧。是。老秦。 文达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喝那么多酒，来，快喝点水。什么酒这么淡啊？你喝的太多了，快躺好，来，快躺好了。来，快睡吧啊！为什么？ 为什么娘不要我？为什么她不相信我呢？怎么会呢？你现在这么好，娘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她怀疑我跟马匪勾结，他妈的，我还用勾结？我就是……哎呀，来，躺好了。你要干嘛？你相不相信我？ 如果有一天我脾气很大，如果有一天我皱纹满颊，如果有一天我步履拖沓，如果有一天我冰冷腐化。
是否还对我向往？你是否还会对我说谎？你是否还在我身旁？还是你早把我忘？